又是开心的一天。晚安。今天直播的结束也有一个小惊喜，礼拜六你要帮你爸爸过生日。好，原子族，我知道，我有记得。今天直播结束，大家要提醒我，我有一个小惊喜，也不是小惊喜啊，要提醒我有一个影片要发。我今天是拍我上网课，会买蛋糕给猪爸吃吗？如果我有遇到他，但是我跟他这礼拜不会见面，因为现在疫情严重，所以很多工作都停止。对，影片要发，对，大家要记得提醒我。早安，陈家树。我先给你们看我写的物理笔记，谢谢燕送的行李箱，给你们看我刚刚写的物理笔记。那影片也是我刚刚拍的，但是我没有拍到脸，我只有拍我写东西，就是上网课的缩时，差不多两个小时，缩成三十几秒，三十四还是三十三？谁在看？现在物理在教这些，很难，很难，而且老师又教很快。没关系，物理呢，至少比数学好，因为有一些物理都是可以看课本，有些物理不是计算题。晚安。化学是高一上的时候教，然后高一下是教，高一上是教化学跟生物，高一下是教地科跟化学，不是地科跟物理。对，上学期教化学，不是，哦，对，上学期是教化学跟生物，下学期是教物理跟地科。说对了。看这边哦，大家开心一点哦，来，15年后向文心，他最后一定会。周期表好难背，我只会清理那甲如色法，皮美该自备嘞。红绿加银他，那就不会。我觉得很难背。学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。国中老师有叫我背，但是我背完就只记得前面几个。有学万有引力吗？现在就在学万有引力。现在，万有引力，给大家看，万有引力，3之2吧，很。
错，三只，不是三只啊，二只。万有引力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不愿让你深深生命中。晚安。那个万有引力是三之三，就刚好是我刚写的笔记，念给大家听。三之三，万有引力定律，指出两支点之间都会有彼此互相吸引的力，称万有引力或重力。大家有听懂吗？两指点间的引力量值和两指点的质量乘积成正比。两指点间的距离平方乘反比。哦，真的是很难。这些背起来就不会被打，至少。听不懂应该是正常，我也听不太懂。然后第二小节是教重量、重力加速度。为什么物理跟理化不是一样？我觉得他们是一样。我们还教什么？磁，磁的性质、磁场与磁线、磁力线的性质、地磁电荷、库仑定律、电场与电力线、电力线的性质。理化等于物理加化学。Oh my god！ 真的假的？会哭吧？超难的。很难呢。你是光，我是电子，你让我逃出金属牢笼奔向你。你这样撩我，我也很想撩你。成人现在才知道，我来撩你们好了。高中的物理跟化学是分开的吧？没错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犯了一个错。犯了一个大错。晚安。其实你只要嘟嘴就可以轻易的撩到我了。我其实昨天本来的，我昨天的那个影片本来有一个嘟嘴的一幕，但是我把它删掉，我觉得没有好看，可惜了。没关系，今天的影片也不会有嘟嘴，要习惯。什么错？我犯了什么错？爱上你让我不知所措。这是刚刚看到的。还有什么？我想一下。陈家树在敷衍我。我想一下还有什么？我都写在我的。这些本来是我要发一句的文案之类的，没关系，我就用在直播。但是我都写在我的备忘录里啊，这样子我都看不到。
晨晨怎么会喜欢上网课，不可以直接看到帅气的同学？我们班没有帅哥啊，除了数学老师，数学老师很帅，他超帅啊，他光头，他是光头。你握手会前看一下，你到时候讲给我听。哎，好，这个真的好，我可以握手会前选几个撩人的语录，然后来撩你们，这样七秒刚刚好。但是你们不能敷衍我，你们不能说哦，好哦，我会这样签一签，然后啊没有，揍你。晨晨喜欢数学老师，可是不喜欢数学。对，我跟数学老师说，我有进步吗？他说有，你有进步，但是我还是会当你。你们要感觉被撩的感觉。真的，你们不可以敷衍，敷衍的话，我就叫阿力跟我联合揍你。哦，我还想到一个，你们觉得拉面，你们觉得拉面要吃大辣、中辣还是小辣？怎么感觉很赚？逼我敷衍，哪里赚？晚安，晨晨，晚安，喜欢你的啦，不是，你错了。新拉面，你们喜欢小辣、中辣还是大辣？我选大辣，好可怕，感觉就很可怕。错，是我想你啦，不是喜欢，是想你。我不喜欢拉面，我喜欢晨晨。好，还有什么撩人的？我们要进阶一点。我们要想很多撩人语录。我刚是看物理跟英文。但是我没有物理跟英文，但是我只有写物理的笔记，英文没什么好写。杨晨月 ，Hello。英文老师帅吗？我英文老师是女生，而且有点老。我觉得他没有很帅，而且他也没有很漂亮，他有一点小小的讨厌，小讨厌老师。有一次我同学只是上课讲话，然后他就让他写辅导单，不想认识，跟他说 I hate you。 你们国文老师是班导吗？是啊，我国中也是国文老师是班导。我的国文老师超级年轻，他是晨晨，所以我是你的国文老师。但是我国文很烂，我国文很烂。
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。拜拜拜拜杨成月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会说我爱你都没有很烂，这是我不会说哎、欸。日本老师也是老女生，我日文老师是一个男生，晨晨要记粉丝警告一支 ，OK， 警告一支写起来。我的日文老师长得很像变态，我觉得他不会教。我今天有上日文课，我觉得他很不会教、欸。他一直叫我，但是他人蛮好的。日文老师被嫌弃，你已经有日文老师，对，美玲，对，我就叫他教我。我只是说他长得很，但是他人是好的。我也不知道我的老师长相是，我今天有吃到麦当当，很开心。我昨天就想吃了，然后今天终于吃到了。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撩人的语录。Hello， 福福猫。好难想哦，但是我备忘录很多哎，突然忘记耶，我只记得这几个。韩风炸鸡吃了吗？我吃过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久没跟到直播了 ，Hello，Hello 北原。晨晨还不忘记我就好，好，不会忘记。我都是可以随时随地再撩的，我目前还不行。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撩啊，我一定要想到。晨晨有看到三奇的影子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晨晨可爱吗？可爱，可爱。晨晨可爱我吗？可爱。没事，那种撩人的我很多，到时候我们互相研究。大家可以传，大家可以传撩人的语录，私讯我，传给我，然后我直播可以来撩你。我想一下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不要。你看，陈家书任性，又来了。哎，又来了！现场给撩吗？来握手会撩我，握手会来，不是你撩我，就是我撩你。
你想得到我的真传不可，那我要跟阿丽说，你死定了。两张够撩了吧？可以。握手会我说不出来，那就我撩你就好。现在只能等合照会。没错。阿丽是谁？对啊，阿丽是谁啊？阿丽是谁？阿丽很开心的跟我说，她破10000粉丝了。你加油，我加油，我加油。一天增加1500，因为他的那个叫什么快筛胶血，那个有就是很多人那个观看就很多。小心阿姨追过你，追过就追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追过我。搓鼻子的教学，45度，我可以直播快筛。可能还没参加广告时间，年纪吧，我还没16，而且我还没有身份证，因为我也不确定。那我追你呢？你是追不到的，追不到的陈家树，我跑很快。晨晨在握手会上遇到晨晨的粉丝的话，晨晨会做什么？很撩的粉丝吗？反撩回去。你是光吗？为什么会追不到？因为我跑得比你快。你让树哥追啊，他还要游过来，不怕。对吼，他很远。OK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欸，其实没有，我还没吃晚餐，我吃了午餐。陈家树是男生吗？我觉得他是女生耶。今天螺蛳粉吗？今天没有，因为我有点饱，我今天有点饱。妹妹不在家吗？她在家。树姐，小树啊，小树 ，Hello， 小姨，小树啊，小树，你才女生，你全家都女生，没关系啊，我是女生就好，我全家女生我也没关系。小树啊，小树，今天是你第50次直播了，那我要发现懂吗？恭喜，今天是50次直播。
晨晨真的跑很快，我追了三年也追不到。数学，这个好像50次很快耶，我也觉得很快。我才跟播49次，所以你少了1次哦。哦，小树。干嘛戳我？我认为晨晨还开到10次的直播。我怎么跟了60次？60次，所以我不是只播50次吗？为什么你会60次？我应该25次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都很常做梦。我100次了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重开，所以我重开很多次。晚安，思源。我最近都没有发文，所以我都是发那种小影片，大家要记得去看我的现实动态哦。因为有时候你很卡哇伊。OK， 卡哇伊。我目前唯一超过100次的应该是你们，拿朱米，诗格爸爸，把自己叫爸爸是怎样？每次都有跟到行动，很棒。我只跟播一次，然后就没跟播了，没关系。18岁屁孩，啾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kiss， 就是啾咪。阿丽我婆，所以我是你爸。你真的很敢讲。我的原子族呢？在那边。小树啊，小树。谢谢庄莹送的我来签到。小树啊，小树，祖竹立牌在我家。啾咪是印尼文的鱿鱼，真的、哦，我都不知道。快带走祖祖，可以不要吗？陈家树，小树，我要生气了。眼睛不知疲倦，让回忆兜圈，如果有如果的情节，请开始生气。我才没有那么容易生气。晨晨麻烦啾咪，未来的果实 OK。未来的果实，未来的果汁，错，是未来的果实。
请追踪，请追踪我的 IG， 这里，请追踪我的 IG， 这里。晚安，未来的阿成，不要叫我阿成，可以叫我小成。绝无仅有，却怎么仿佛一点都无动于衷？像蔚蓝的天空，年少的段落，失去后才懂。退追了，谢谢。我要追踪你的 IG， 可是我已经追踪了，那你就再创一个账号追踪。Hello， 塔瓦哥。看两次追踪 ，OK。谢谢陈家树的追踪。我已经追晨晨16年了，真的。晨晨喜欢看日本动漫吗？我很少看诶，我不常看，几乎不会看，我也没有追剧，我不会追剧。可能不喜欢看书，比较喜欢看老师。哪有？你的脸算是瓜子脸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的脸算是比较圆的脸。我之前，我小学是瓜子脸，但现在不是。现在我没有资格这样说，因为。不是瓜子脸，只能喜欢唱歌跳舞。没错，日常只看抖音而已嘛。我是滑 IG， 看 YouTube、抖音这三个吧。Hello， 草莓酱，圆圆的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想捏吗？我想听绿草地，绿草地。但是我觉得零一的最好捏，零一的最好捏，零一的脸。我想听你说怨言。
我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。林依的很 Q 吗？他是马奇，他的脸是马奇。可以放樱花瓣吗？可以。可能不是云，不然说他脸圆他会生气。但是我真的是脸圆，真的是圆。忽然发现了自己。是真的圆，再大一点婴儿粉会消失，可以挤一颗丸子吗？这边也可以。两边都可以。我来看今天可不可以把头发绑成功。我要绑什么？我现在只有一个发圈，你们觉得我要绑什么？爸爸开了，有骑过大象吗？没有，但是我骑过马。这首是樱花瓣，我要等我头发留长一点，我就可以每天绑包包头了。各位，可能骑过没吗？才没有。温暖的太阳，安静的晴朗，洒落在教室的窗户旁。那春天的时光，所剩无几的流淌。无聊的课堂，不经意展望，突然发现你们的模样。相同的制服上，透露大人的倔强。这样。
晨妹骑过晨晨吗？有吧，小时候打架。摇法圈，绑马尾要摇法圈。闪烁，今晚的电话不去吵的架，每次难过你都在唱，那烦闷的日常竟然也念念不忘，快乐的疯狂像不脱的伤，翻越这一路跌跌撞撞，才明白怎么闯，你总是陪伴身旁。摇法圈，那如果法圈很脏怎么办？开到几点？是一个随意的包包头，一小颗用鲨鱼夹固定就好了。哎，就好，还没好。就好了。我开到八点。应该说我只能开到八点。这是鲨鱼夹。老师晚安，晚安。我要洗手间，好去。哒哒哒哒哒，叮铃。我来听三六五好了。点亮最温暖的心房。
晚安，早点睡。做想做的事情，变喜欢的模样，追着风，不畏所有阻挡。人生它就像纸飞机，承载我愿望，不问来时方向，不惧眼前难题，在风中拼尽全力，朝着向往的前方。别在意距离，要勇敢追寻，怎样去远行，最终又降落在哪里，这才是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，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人生啊，我一开始不是，我一开始是披头散发，刚刚才发，这是发鲨鱼夹。我们来听一秒，一秒，不要，我们来听夕阳好了，好久没听夕阳，看见夕阳了吗？没有。可以配日落灯，我喜欢日落。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你没有想法，谁总会失望，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，快乐的与悲伤，或许就算还不差。身旁朋友们烦恼牵挂，为自己放心，不下犹豫的目光，把情绪也埋藏。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在装坚强。怎么停啊？停，冷静。不管花间的绚丽，有夕阳了。当夕阳要远一点，要退场，还有很多颜色，粉红色。大大不张黑，请仔细欣赏那张脸庞。我现在是暗红色。
他现在是红色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巨蟹座。巨蟹座就是最棒，懂吗？这首歌叫《看见夕阳了吗》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日落灯，你们就当作夕阳。Hello， 杨成月，吃饱了是不是？再按一次，好，这是红色哦，现在是红色，橘色好像没变，淡橘好像也没变，最淡的橘，黄色、绿色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？浅绿，不知道什么，蓝绿，蓝绿俊。这是什么深绿？这是什么粉色、紫色、深紫、蓝色、深蓝？救命！算了。你要走了？你有 freestyle 吗？杨成月，你真的很奇怪。OK， 小心 Benny 哦。可以放乌吼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哪次不行？结果也不能怎样，其实这是鲨鱼节啊，就是大家这边凸起来了。这首歌是不是叫《结果也不能怎样》？不是哦，它叫《乌吼乌吼吼》。我头动，它就一直动。聊聊心里话，
真的是很晃哎、欸。我们来想，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什么？我们就听一秒吧，两秒，两秒约好。以前还记得扮无脸男吗？我当然记得，印象非常的深刻呢。听那个哪个哪个杨承月。不要，那好难听，救命。疫苗，疫苗约好，大家记得打疫苗。我已经忘记这首歌。可爱的歌，晚安。我跳过陈家树、小树，我跳过，我都跳过好吗？除了勇往直前。我来念吧，噔噔，59咯。好啦，不用急好吗？没关系，好啦，不能没关系，不能超过八点，谁叫我才15岁。第10名，补当补到吐。第9名，秦湖。第8名， Sparky。 第7名，周莹。大家拍手，第6名我不会念 CKUMK。 第5名 Linda。 第4名 Yeah。 第3名虾虾。第2名朱心当。第1名吉米粥。可以听完这首歌再下线。我还有，我没时间了，但是没关系。微笑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杨承月，你可以下去了，杨承月，拜拜，杨承月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小陈，超过八点，好啦，拜拜。